提婆达多品。啊，头前是当然修仙，本品的中间是修仙佛陀，讲伊足地结净，就是做国王。啊，有发一个心，讲什么人会当讲妙法莲话给我听，伊愿意做伊奴才安尼。啊，当然是一个阿苏仙人。出来给他讲讲，伊会当讲妙法莲华经，所以这个国王尊主将伊地位放予伊个囝，阿尊来做这個阿苏仙人，而且个奴才都做过一千年。啊，这一千年了，这段中间就讲伊过去嘛吼，所以今麦就甲讲甲伊本身来做这个个释迦多太子的时阵吼，来出去做这个释迦牟尼佛。那么这个阿苏仙人开始出去做提婆达多，就是伊接辈小弟安阿克过来个磨练安尼。好，安尼可见呢，这段中间咱就会当了，这段内容咱就会当了解，为着要求法，你甲看甘愿做耶奴才做一千年安尼。好，啊，这个嘛，咱有过去有甲咱讲，素三同住为着要求四故皆完整。本来是甘愿和迄个鬼王者呢。那么讲到这，就这个个有头前有讲到，迄、那个啊前面有讲到这个个道宝如来吼，而且个菩萨叫做地藉，而且地藉讲啊，都时间遮久啊，无要招因佛尊登基堂个国土安尼。吼、哦、啊，所以这个世尊就甲讲讲，你请留咧吼，我遮有一个。菩萨有那边含一些我见面讲两句话安尼，啊，即个即中间文殊菩萨都现身，哦，现身出来，啊，出来含即个地界大地界菩萨，啊，都讲过一段话了，讲伊伫龙宫，啊，讲妙法莲华经安尼，啊，度无量众生，啊，像即个中间吼，受过即个地界。甲文殊菩萨赞叹了，吼、哦、赞叹了后呢，伊就甲讲啊，你在地界用建化都无量众生，啊到底偌济？偌济中间吼，即、哦这个文殊师利菩萨有哪有甲讲？讲到即个地，即个个摩羯多、摩羯多量、摩羯，迄、那个沙羯罗量王宫。有去到就一个王，迄、那个个莲露安尼，好、哦，咱前日是讲到这段安尼。啊，伊讲伊到这个莲露即是身份嘛，哈，因为这个个迄类莲露听到文殊师利菩萨讲妙法莲华经了，即是身份安尼。好、哦，即嘛用这段，好、哦，咱即嘛就是文殊师利菩萨给介绍，这个是头前前礼拜就讲过，啊，恁即嘛个文念一个。啊，再来按照这个解说，搁再甲注意解一下呢。哦，文殊师利言，哦，有三结罗量王汝连数八岁，智慧离根，善知众生诸根行业，得陀罗尼，诸佛所说甚深，必从悉灵受持。深入禅定了达诸法，有刹那间发菩提心，亦不退转，便在无碍。思念众生犹如赤子，啊，功德具足，心念口言微妙功德，慈悲仁容，智以何雅，能至菩提安呢？啊，那照这段啦吼，照这段的这个介绍。第二顶的文殊师利菩萨，佮介绍吼，即个地藉菩萨以及四众，大家了解，讲是安那伊个会当度即个莲露。啊，即马头前这段就是佮讲莲露的慧根，啊，佮伊的慈悲心，伊个拢显露，安尼佮可见呢。即个莲露吼，即莲露伊虽然出世伫龙宫里，毋过这是过去的摩诃萨，应该即莲露是过去的摩诃萨。啊，那无是他方法来实现安尼，哦，就这段内容甲看是差不多安尼。那么这个解说，咱即马来了解，因为这个字句解说我前礼拜就讲过啊，哈、哦，咱即马来照这个解说文来解说。
这个就是去解说凌辱受持哈，这个个妙法莲华经了。因为头前文殊师利菩萨已经讲在梁中有讲过真济遍安尼，啊，真济遍到底这个摩诃，这个凌辱已听几遍？当然，这个咱有哪会了解一下？有一个怀疑了哈，到底有听几遍？听几遍了，这凌辱他成佛安尼？啊，这个文殊师利菩萨的梁中是多久安尼？哦，这个咱有哪会当知？比如讲，当时这个东玄宗大师去到天德，就是听解五年的中间吼，听解贤大师讲如开书地论，好听都听三遍安尼。好、哦，当然东玄宗大师是一个大智者，伊听一遍无解详细，搁再听两遍，两遍了搁再听到第三遍。安尼，伊较完全精通这个如开书地论，当然了较翻译安尼。那么在这中间，咱就了解了吼，到底这凌辱，因为头前讲文殊师利菩萨在梁中讲过了遍嘛吼，讲过了遍，较好凌辱成佛啦。安尼呢，就会当了解呢，会经的人，当听到妙法莲华经，有那都爱听几遍啊安尼。何况咱今啊日。大家应该是有这个因缘，这是无唔对。但是咱无一定是慧根，那慧根呢，可能有诶，就未讲准无来安尼。那下无来，那未那唔咧，迄应该迄唔是慧根诶人。哦，迄绝对唔是慧根哦。但是即马梁路修者这本经阿个达到，伊讲菩提啦吼。即句话因为照讲是证无上菩提，照讲是因为伊先佛啦嘛。哦、所以德慧即真理安尼，那是智慧真悬啦哈，应该伊就是根基真来，啊种来根基真特色的这个个众生，啊那无呢？所以讲一句实在哦，应该量哦是畜生道嘛，对哈？量个咪畜生道。就是畜生道寿命最长的，因为伊遐有的是一千年以上。啊，今仔日这个凌辱，伊本身是安怎开刀坠落去凌胎里，这绝对有一个某一种的特殊的代志在内底里。好、哦，安怎样哈？但是今仔来就多智慧，哈、哦，今仔来就智慧悬，啊，智慧那悬咯。当然就知影众生的这个六根所做的业案，因为头前有一句叫做“善知众生诸根行业”，根基难来的人，有时阵看伊的动作，就知道这个人在做什么恶业啊。安尼了解不？譬如讲，伊这个人，伫眼根兴趣上，眼根安就知伊在做眼根的业，啊，将来眼根就受报。眼睛受报就是一定要清明安尼，哈、哦，啊那是好善呢，当然是地命甲道命，啊甲地甲报。咱即马注意啊，你今听着话来作业，来世绝对创意人，这是必然的代志哈。即马爱读注意啊哈，好口业的人来世必定有那受好报。搁再一点啊，譬如讲，你今仔日对恁大家官不好，安尼来甲讲，你把只恁后生查某囝绝对对你不好，因为你的做个就是安尼嘛。啊，即马虽然囡仔乖乖哦，唔过白日啊，这个业力卡来，你必定有那做一个老孤单，我不骗你。好、哦，安尼人就讲，伊的行为做什么业，将来必定受什么报安尼。这个叫做诸根行业，善知众生诸根行业，啊，了解无？贪心的人就是类似的问题，将来必定有病苦报，这是必然的代志。好、哦，安怎样无？这个就是安尼啊。所以这句话讲，所以这句话可以讲，今离得慧，过无众生得，拢即善知及根业安尼。若根做善业，但是无根而即灵，哦。
得到中期啦，譬如讲，伊就知别人六根做甚物验嘛。啊，即嘛伊头就唔得一句讲，即类两路已经得到讨论你嘛，讨论你在啥呢？其善不善，其恶不善安尼。伊绝对有善业，无论大无论小，拄啊有伊因缘，伊个机会，伊绝对做安尼。这个叫做其善不善，但是牵连着六根所作业，一点点啊，伊都唔敢去唔对安尼。好、哦，安尼叫做其恶不善。啊，但是两路都已经知影众生的六根所作业必定受到六，必定受到六根的报嘛，所以当然伊就其恶不善安尼。好、哦，这段时讲安尼嘛，这个东西。因为伊会当受持啦，有听过《毗密宗》啊，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哦，所以呢，伊本身啊，深入禅定啊，禅定就啥呢？无妄想的意思。无妄想呢，有那无究竟的六种的这个根本烦恼，也无一切迷思，所以无一切迷思，当然就无妄想。这是必然的代志哈，这点要注意。所以伊本身深入禅定，搁在证悟法性，因为深入禅定必定有智慧，有智慧才会开悟安尼。这两句的连开都安尼哈，所以伊会当通达法相。这个法相有两种意思，是诸法相，甲诸法本相安尼，两行意思。就是一切法的法相是缘起相，是因缘所生相，哈、哦，这个就是无相无相相。那么另外就是讲一切法有一个通相，有一个通相就是这个法性，迄、那个法性另外一个名称较叫做法相安尼。所以这个伊本身知影诸法缘起相，啊，甲诸法的基本。哦，迄、那个共同相安尼，就是迄个法性，即、這个两路拢总通达啦。啊，咱今仔日就顺即个因缘，咱有哪重点重要，就讲读过《妙法莲华经》了，深入禅定，啊，咱慢慢会证悟法性安尼。啊，那证法性就是开悟自性的意思。开悟自性，禅宗讲开悟自性，咱既然会当开悟自性，第一。通达诸法相，第二通达诸法的基本法相安尼，这两句敢无相像？敢无相？第一先通达诸法的法相，第二通达诸法的共同相，敢无相？啊？因为一切法是无共相嘛，吼。无共相是缘起相，对吼？唔过共同相是迄个不变相安尼，安尼有想无？不一样，啊！你们搞不懂吗？对吼？爱注意哦，爱注意啊！但是两路就知影嘛，所以呢，伊会当以无相觉心入门而生安尼，无相觉心就已经达到强强灭到达个。迄、那个无上菩提啊，安尼可见的两路就接近，应该两路上无到顶格，伊阿未成佛的进程，两路哦，绝对是十倍以上的菩萨。哦，所以唔可以当讲，伊因为听过《妙法莲华经》了，就是以无上觉心啊，闻任闻而生啊。哦，无上觉心，阿个来生出各种。非常完满具足的比例，安尼，所以这个呢，所以唔敢讲永远不退转安尼，了解吼？所以伊个无论一心个想的，啊嘴个演说的，这个叫做有一心之所念，啊口令演说安尼，嘴心啊。无心想嘴就讲出来安尼，吼、哦，这个就是辩才无碍嘛。所以我即马甲嘴讲一下吼，恁去听迄个法师吼、哦，有诶讲一句话，啊，就停咧五秒，啊，想一下，啊，甲佫讲安尼，有迄个法师安尼嘛吼，
啊，有迄法师平平平平啊，直直讲。啊，有迄法师是稳定看看讲安尼。即个个人内心拢讲有一点仔无共安尼。吼、哦，这属实的哈。但是即马即个是结讲安尼，伊心之所念靠即灵验，伊无丢毒，也、啊、无停顿，所以他讲说法度人。不识机时，也不识机。该人有时间，伊就讲；该人有因缘，伊就讲。啊，尤其是众生的这个根基，伊有那未去讲了超越，还是讲了不足，这个叫做不识机安尼。就是伊所讲的法语哦，拢会当达到，和众生了解微妙广大安尼。啊，那微妙广大吼，注意，佛陀给讲安尼吼。讲一人话，众生随类各得解，也差不多这类啊。安尼可见量入的水准是相当的高。吼、哦，所以即马文殊师利菩萨教这个个地藉大师，地藉菩萨介绍伊的这款的一款的水准啊。吼、哦，但是伊所说法语是微妙广大，但是伊本身这股慈悲人容吼。哦这个慈悲甲仁容吼，仁容是啥货呢？当仁不让。有这句话恁知无？当仁不让，有吼？当仁不让，因为慈悲的人，真大慈悲心的人吼，有伊做诶，会当救度众生，伊绝对无去互流失去安尼，绝对无去互流失，迄、那个叫做当仁不让。吼、哦，所以有迄、那个，因为伊已经头前去讲伊得到陀罗尼嘛。所以就是慈善不实了嘛，慈恶不生了嘛。所以这句话他讲伊慈容和雅，但是和雅伊是去讲伊意志和雅，哈、哦。佮再讲哦，这个对烦恼习，烦恼习气已经消除净心啊，开当安尼。啊，烦恼习气净心，这个那是无相当的，这个达到点觉哦。我甲你讲袂当，因为佮这个妙觉地吼，有一个二黑啊，拢净度。无明黑电沙黑拢净土，安尼可见两路应该是他方法，调工来实现合解这个安尼个看个是他方法，吼、哦，因为这个烦恼是其消除净心的，唔该当达到有种种诶这种水准嘛吼、哦，所以开当明了解明这个两路定会故障嘛。啊，这个恶、哦，这个啥呢？这个个定沙血甲无明血，就是差不多伫这个烦恼啦、贪嗔痴，哦，啊，甲这个见思二血，这个拢种尽咯，较会当达到无上菩提安尼。啊，但是因为这句话来甲平定，就是讲两路定非故作，所以顿唔是顿发大心啊，早就顿发大心啊，早因为咱知影嘛。伊已经了达诸法，刹那间发菩提心嘛，啊！伊便在无碍诸念众生，犹如切子嘛。即句讲，伊计想念众生哦，把众生看作家己的幼囝呢。迄切子叫做幼囝，幼囝就初出生的迄个切子。切子像咧讲，伊的身躯啊个红红幼幼，啊个马月啦，迄种囡啊，敢是红红幼幼嘛？哈！吼、哦，啊，所以迄个叫做切主，所以即嘛两路，把这众生当作那像切主安尼，安尼可见两路是非常高超水准，下摩二十以上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可以讲有顿发大心，实际上就发大心，所以成就助利利他的这个主功德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唔较积德菩提，积德菩提积就是急速。吼、哦，即对结束，但是菩提一个指无上菩提，所以伊唔靠讲两路成佛啦。但是释由得闻是经讲，因为伊即么即句话就讲，即讲两路会当即的成佛，就是因为听着妙法来讲。啊，唔过伊已经应该两路，唔是来两中和即、这个迄、那个即、这个灵王来出世呢。应该即个两路是化身。在我看是化身来，是他方佛无故世界化身来，哈、哦，应该是安尼，啊了解吼，应该是化身来哈。唔过
这个就是有个表示，安怎表示是给因甲咱众生关心。讲众生，你如果那是有因缘，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你真急速成佛。因为头前佛陀都讲话，读诵《妙法莲华经》，解说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书写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绝对真紧成佛安尼。伊特别帮助咱众生，所以这段。那这样个看法是两路调工实现，来要符合本书的意思，也要是要符合过去诸佛都有那有过，这个搁听着蛮好，然后见个人，伊就要予伊较紧幸福啦。所以这段个看法是两路调工实现的，哈、哦，这个应该看是安尼。要甲印证众生，那是真真正正听着蛮好，然后见就真紧幸福。哦，这点是在我个人的推，迄、那个思维是改成安尼款，哈、哦。所以唔可以讲这本经名咧，讲是，哦，最可尊重之义，咱如会当明白安尼。哦，这段是解说中，对太乙大师解说的内容。那么，搁再过来哈，伊即马讲两路文妙法莲华经，即是生活，我到地界唔相信。伊唔相信咧，伊即马地藉菩萨言呐哈，用五根色起如来，无无量劫难行苦行，啊、哦，即功累德求菩提道，未证之性，观三千大千世界，乃至无有，哈、哦，如盖诸喜，非是菩萨下心明处。为众生故，然后乃至成菩提道，不信出入，无殊如倾，便得便成正觉安尼。我咧讲这个都有搭配哈，都有搭配。因为地藉菩萨哦，应该也当随这个个德波如来来到这，做也是这，拄啊顶个亲像文殊菩萨，做咱释迦牟尼佛的是这，应该追尊修行安尼。但最终小想合解吼，这个地藉菩萨若要甲讲这话吼，是无什么水准。伊讲你文殊菩萨，你讲妙法莲华经给两路听，两路即是成佛。伊讲安尼我无相信，什么原因无相信？伊讲我吼，伫别个国土，就了解咱这个娑婆世界，我就已经看到了，看到释迦牟尼佛的无量劫。修迄个难行的苦行啊，咱的苦行拢别人修未出来，别人做未出来，你拢做较出来安尼。因为伊是咱佛陀是行难行道嘛吼，阿弥勒菩萨行易行道，对吼，不甲恁讲过。但是我都知影呢，你释迦牟尼佛你本身就行难行道咧，啊无量劫你也下头啦，下目睭啦，下脚手啦，下骨髓啦，下各王的位啊。你是惊难行道呢？但是你今仔日积功德、积功累德啊，啊来为着要达到菩提道、无上菩提道。啊，你伫迄段中间哦，伫三贤菩萨位吼、哦、修甲成佛的三大阿僧祇劫，你唔捌休困啊？你一世一世伫里修，一世一世伫里修，你无休困啊？譬如讲大，亲像大千世界，吼、哦。诶，大功德哦，啊，小亲像盖世啊，你拢总会下心命去啊，无非你拢会下心命，吼、哦，即句安尼解释啊。但是你下心命是为着啥？是为着众生哦。好、哦，啊，你然后他讲，我较要成就菩提，讲众，你在你的个人的想法，咪讲众生若无道心，你无要成佛啦。但是你除了你一世一世拢总度众生以外，你搁在不自涅槃，无非你嘛是叫大众生。好、哦，啊，你伫第一次开始修行，修较紧，就累积功累德来去修啊。啊，今日你吼为众生，啊，你才成就菩提咧。所以我无相信这个良女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即时成就无上正等觉安尼。这个就是地界，我讲应该这个话是搭配的，哈、哦。搭配听好无？那是讲西公吼，啊个倒头吼，有无？一
一个像啊，一个和安尼。好、哦，应该这是搭配的啦。不过这个地要互咱知影，讲真正你若读过《妙法蓮華經》，真正会较紧成佛安尼。好、哦，会较紧成佛。所以咱即马来看这个，迄、那个叫地劫，伊无相信量入速成正觉。所以伊较讲到世尊过去难行苦行，由困难中，较来行持一切菩萨道安尼。所以地劫，他讲成佛事实讲有那是真困难，这是应该平常的这个问题。所以伊唔较计讲伊无相信量入成佛安尼，吼、哦，这太虚大师教安怎安尼讲？啊，即马这中间呢，即马咱去甲看哈，伊即马这个地劫就伫遐表示出来。往到量入，伊讲即马来啊，言论未日，时量王入忽现无前，头面礼敬，屈足一面，以其赞外，侵达罪福相，骗教污十方，哈、哦，微妙净化心，故相三十二，以八十种好用庄严化心。天人所在用，良心含恭敬，一切众生类无不种红者。又闻圣菩提为佛当正知，五千大善教，度脱苦众生安尼。安尼即马这段话吼，咱即马大家了解过来，了解过来啥？了解讲量入就已经度无量众生啊，唔是即马忽然间听到。即个个妙法莲华经成佛嘞，安尼即马这段，咱就会当了解头前我甲恁讲诶，也应该无啥物唔对。好、哦，前后安尼甲配过来，就差不多知影。即马咱来甲讲，因为即地藉菩萨话讲也未了，啊，即梁伊个讲诶中间，伊毋怀疑嘛，怀疑了，伊即马伫迄边啊，即梁度就听着忽然间行伫个头前，啊，即伊即头面礼敬吼，应该伊是除了拜两尊。哦，德宝如来加这个释迦牟尼佛以外，应该有哪向地界拜一拜呢？哈、哦，啊拜一拜了，伊即马准徛在边啊，因为伊来这个娑婆世界嘛，哈、哦，算讲地界伊是人客，啊，咱这个娑婆世界量入，不过咱的娑婆世界有教主啊，有教主当然伊爱徛在边啊呢。所以我甲谁讲一下吼，这个是礼仪啦吼，礼仪哈。我再甲你讲礼仪，师傅老给含人讲话吼，恁当边啊卖多听哈，安听吼。我那真正卖讲话，讲话一声来甲师傅闹开。我阿你教这个徒弟开，安尼遐无礼貌。安听吼，这点恁大家注意一下。唔过有特色的中间吼，都无讲也袂使。啊，无讲即马，那到这来甲讲，世尊放互伊讲啊。那无世尊，我来个塞一个宝贝，啊，知影吼，不要讲。啊，唔过梁母已经成佛嘞，伊甲讲伊已经成佛，所以教到这来甲讲，这个个梁母吼，应该胜过地藉菩萨啦，胜过地藉菩萨，所以有讲话，有讲话伊的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甲这么讲，伊吼深得罪福相安尼。这个罪福相吼，即嘛我罪话你讲吼，这个罪福相就是罪福现象的不同相，吼、哦，罪相，罪相不同相哈，不同相。啊，即嘛福相，福相个人有哪有不同相？啊，但是不同相哦，即嘛注意哈，有哪有不同因呐、啊？即嘛即句话有不同的因，罪相有不同的因，那么福相有哪有不同的因？伊讲伊这个问题完全知道了。啊，知影吼，唔过这个罪福是虚客相，怎么注意啊？咱人有做这个业，
所以这个业是浮现起来，当然有这个报，不过这个不是永久性的，咱就要注意一下，不是永久性的。那么这个报，罪因浮起来，罪报上，报了就结束。咱若是要忏悔，就较紧圆满。还了解无？因为我有甲恁讲一句话，即马即个拢牵连着罪福上呀。有时阵恁若要忏悔，那么重罪就轻报安尼。还了解无？重罪必然轻报。但是你如果若有福上的话哦，我甲你讲，譬如讲你即个福报上，福报上，你譬如讲你这期限差不多是几岁甲几岁安尼？啊，来甲讲，唔过你这中间忽然间作业。这个福相本来无遐，未当拖遮长，好可能短期间就结束起来。啊，了解吼，这点要注意哦。所以咱人的心地要光明。吼、哦，这点，这个叫做做福相。迄、那个因相，大因就大报，小因小报安尼。啊，了解吼，唔过你会变，中间会变，当做轻报。你今仔日若是要相信佛陀，你要护持三宝，三宝的工作你彻底甲究竟甲斗完完。还是来去真真正正三宝中的工作爱做做，忏悔啦，礼佛敬佛，听经闻法，这个过你和你罪上真重，不过有那慢慢会平衡去，平衡到你将来这个福报就浮起来了，这是必然的代志，真紧就起来，哈、哦，这个是叫做，这个叫做罪上的不动向，安了解哈、哦？这个人做什么业，伊报什么会？这个人做什么业，报啥会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这个人做什么吼？啊，伊受什么业？吼、哦，这个叫做罪福相。唔过，即马注意哈，罪福相的基本是空相。敢听无？可能会听无哦。罪福相的基本相是空相，因为罪福相是缘起相，缘起相是不定相。啊，了解无？所以缘起本空，所以罪福相的共同相，无论是罪相甲福相，拢总是空相。因为烦恼有那菩提吗？对不对？这句话就听有嘛？烦恼菩提也菩提，烦恼也菩提，所以罪福相有那空相。假使讲罪福相不是空相吼，咱就唔免修。没修就讲，你今仔都无忏悔啊！你有忏悔，甲无忏悔就相像。所以罪福相不是定相，罪福相本身是空相，是因为伊是缘起相。你若无迄个因，就无迄个报。但是缘起空，迄、那个缘起空的迄个空相，拄啊含如来实相的本体相动相，所以缘起空相啊。这点后边解说，这个是较深。我管听无，哈、哦，啊、哦，好、哦、来，咱等一下看伊解释哪解哈。先嘛，所以伊讲，所以伊讲迄个，我即嘛后面这段解说吼，迄、那个空相发心，较有下面较一句讲骗教失望。迄、那个空相的发心哦，因为缘起相的最福相哦，伊本来就空相，啊，但空相就是发心体。啊，在空相的发心体，伊本身较偏照十方，所以咧空相的发心体叫做微妙净发心。安、啊、看我，有无？吼、哦！啊，迄、那个最福相是啥呢？是迄、那个、迄、那个相分嘛？吼、哦，相分是无永久的。吼、哦，啊，不过内底呢有一个清净发心，所以迄个发心。就是微妙净化心，但是迄个化心内底本来就具足三十二相，甲八十种好安尼。吼、哦，安、啊、尼今仔照讲哦，迄、那个化心内底拢会变咯、哦，会变即个三十二相，啊，甲八十种好出来，啊，甲，吼、哦，啊，即嘛咱要安怎样好出来？正一个问题，两路即时成佛，即时现三十二相，即时现男主男人心。吼、哦，安尼可见伊已经修无量劫，已经接近啦，接近佛尊啦。但是伊即马讲讲安尼哦，今仔日这个发心，这个个微妙发心体哦，伊本来就是如来中有众三明，
五脏四肢，五脏五眼六通，五脏就三十二相甲八十种随缘好。但是你如果若是真真正正会当修甲流露，迄、那个庄严法身已经显露，当然天人拢总会爱在甲敬仰，自在的爱在。啊，即马佫再来良心含恭敬，良心就几讲天良八部。灵甲神，天龙八部下，安尼拢总会恭敬一切众生类，吼、哦，所有包括三界、六界、色界、甲无色界，以及所有众生，众生类拢总会来甲你真奉养安尼，真奉养你，所以叫做庄奉者，吼、哦。所以注意记住，卖讲安尼啦吼，卖讲你就现到佛心啦。今仔日吼，我跟你讲真正，你若今仔有入法，你要照头你落来，天龙八部就真跟你恭敬啦。吼、哦，真跟你恭敬哦。搁再讲一个实在，一个好处，好媳妇。你若是真正一个好处跟好媳妇，我跟你讲，天人就跟你讲。卖讲真佛道接管，所以无啊一句话讲，咱人爱做做甲，绝对唔通做甲天罗民怨，就爱做甲鬼精神侵安尼。这两句话我不是去甲恁讲，啊，但是即马伊这段是去讲已经用有现心中眼发现，当然天人吼在用啊个良心含恭敬，伊就众生类无不中风者安尼。啊，所以做你若是在去修。我阁讲上，你五戒修好，你对爸母有孝，安尼就好啊，免讲外观啦，最重外观免讲哈。我甲你讲，你万行代志就顺起来啦。我甲你无骗你，就是有困难，有那真紧过安尼。啊，你今日虽然讲有去听经文法，唔过你就是无解正常的话。我甲你讲哦，要解决困难真困难。上界无咱哪知影嘛吼，咱人生这个是一般世俗给讲的啦，讲三年一轮嘛。啊，三年一轮有的是五年啦，这个是在一本《太上感应篇》是讲安尼啦吼、哦。你今仔日若是有一个修学的中吼，你佫较困难啦。伊讲上进三年就变得当来，啊，佫再较慢些话是五当安尼。这本《太上感应篇》是写安尼，不过咱这个佛教中的这个。在这个大德有个认同，伊对这个人生的过程中吼，一个人是要好好要学佛的人，你个逆境较困难，上盖久三年至五当就变得当来安尼。好，因为在诸天界给你过，归给你过，和你适当的磨练了，那么真紧就解决你的困境了。所以千万注意，上盖无那马上讲未使违背天理嘛吼。安了解无？这是世俗就安尼讲啊。吼、哦，你得爱注意一点，所以用心吼、哦，用心一定爱将注意一下。安了解吼、哦，那么来哈，甚至呢，伊即马搁在讲两路搁在又闻声菩提，为佛同正地啊。伊讲我搁在听到《妙法莲华经》内底安怎样成就菩提？吼、哦，唔过即个呢，当然一切诸佛应该爱了解啊。所以这个两路嘛，知影，咱讲文明发展落经了，就会当实证，实在达到究竟安尼。所以现在讲五千大乘道，伊即马就讲哦，即句话就表露出来，表露讲我过去啊，拢个千数大乘道，所以我度脱无量六道受苦报的众生啊，安尼可见这两路的水准，咱伫这个所在大家看出来，伊上界无对，差不多达到。十地以上啊，那不都顶格啊？哈、哦，啊了解哦。这点咱会当看出，看伊这段文露出端倪出来。好、哦，安尼可见的两路，唔是讲忽然间听到，忽然间兴奋啦。哈、哦，这段是安尼讲。但是今嘛来，咱较详细解，咱搁再教伊解释，搁再解一下哈。教伊解释哈，这个罪福相了哈。即嘛，伊即个文啊，就是转法界一切因缘果报相。即个转法界来甲讲吼，是去讲法界有十界嘛。
就是这个地狱啦、恶鬼啦、畜生啦，哈，啊，加这个个修罗啦，啊，加人间、天上诶欲界，啊，加色界、加无色界，哈、哦，因为安怎样咧？你个人诶，这个相，譬如讲你浮现出来现在相，这个叫做受因啊，加造缘所显露诶果报相安尼。这个叫做罪福相，因为有善相，有恶相，所以我才不敢在这个方向，我就讲、哦、你如果心里有这个叫动物心，就变作海鸟了，对吗？我才有说嘛、啊、如果没有，你地狱是由你自己心变的嘛、啊、海鸟也是你自己心变的，因为我在那本那个叫心心灵心灵精华那本内容里，我就看到世尊讲，伫看到空中做地鸟，伊个地尊问讲：啊，看这个鸟啊，大小只差得济，啊，口的声也无同。啊，搁再一点呢，迄、那个花色拢无同。佛陀甲讲，众生心所变遮济嘛，有迄个心相，就有这个外相安尼。所以，迄个心相是计讲咱个人的这个业色中的这个相分。哦，啊，迄本十善业道经内底哩喏，即马佛陀唔得去量讲，讲予即个灵王甲海虚下水主听嘛。啊，所以佛陀甲迄个灵王讲，因为众生心有无量心，所以今仔日你追逐内底靠无量的即个追逐心灵安尼。安尼可见，无论是追逐，还是飞禽，还是走兽，还是即个种伫地下，互人爱骨的迄款物件。应该这种东西由众生的这个相分所变出来，所以这句话就直接讲安尼。因为有罪福相，有的人在人间福报真好，有的人在人间无什么福报，安尼算不是你家己去定你的相嘛？是不是你家己去定你的相？对。所以你家己定地界，家己定轨道，家己定畜生安尼。所以唯有你净化心地，就会解脱了嘛。啊，那无是小障碍安尼哈。所以这个因果，譬如讲三恶道为罪相，吼、哦，唔过人天为福相，吼、哦，所以用这两句话，善道恶道，这个是罪福两相，啊，了解吼，佮、哦、再来世间，吼、哦，即马佮看哈，世间为罪相，因为世间是包括三界诸天、六道的这个众生，这个叫做罪相。啊，罪相因安怎？因为这个那头前这句话有善相跟恶相啊，所以善相有那罪相。我再跟你讲，因为善相内底有轮回，在轮回中的善相。啊，不过有得到福相的人会搁在做恶业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讲，你的福报呐真就对了，所以世间当中叫做罪相，唯有出世间才是善相安尼，才是福相。因为福相出世间都唔免受轮回苦，吼、哦！啊，那伫世间内底得到善报、恶报，拢都继续伫咧轮回，轮回无止息，所以这个叫做罪相安尼，吼、哦！佮再来哈，伊即马较讲菩萨为罪相，不过这个吼、哦，这个、我佮来插一句啦哈，我佮插一句，声闻心为罪相，菩萨为福相安尼。我佮佮加一句，因为自修的人自私，所以自修解脱的人叫做罪相。你要个人解脱，这个叫做罪相。人菩萨，伊无为着个人解脱，伊为着众生同解脱，所以菩萨是福相安。佮到几点呢？因为菩萨未达到究竟，所以菩萨还佮有罪相，就是还佮有业色境界，所以菩萨还佮有罪相。但是佛陀达到究竟圆满，迄、那个佛陀叫做福相安。安尼看有无？我甲塔比古声闻为最上安尼尔，自私心的人拢最上啦，有功德的人拢拢福相安尼。安尼来讲，就会怎知影？所以阿罗汉都是最上，因为伊干呐求得独善其身，不能兼善天啦。但是菩萨能兼善天啦，所以菩萨就福相。吼、哦，唔过无达到究竟，啊，佮尘沙啦、无明啦、吼、哦、我见血。一切天三应呢，所以菩萨还佫有罪相，但是佛尊达到究竟圆满啊，所以佛尊是最高
下福相叫做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缘好，三明四谛五眼六通该显出来。所以唯有正常安尼到了三藐三菩提，才是究竟福相安尼。啊，了解，咱就是要朝这方向行哈。但是佛对于这个差别之相，拢总会当骗教安尼。因为佛陀他是空性嘛，空性伊今仔日拢会当骗教，所以骗教者就是低级顶法界。拢总在这法界种种的这个问题，唔过法界众生哦，会记着咯，是缘起相，那空相哦，是短暂的浮现相。注意，咱人的烦恼是短暂的浮现相，但是迄个浮现相叫做缘起相。譬如讲，咱今仔日吼，因为看到这个问题，啊，就起懊恼。啊，你若无看到，好了了，对不对？你惊足搞怪，啊，离开就好啊。啊，不过若忽然间起到，伊个看到，搁一百岁啊，安尼算不缘起相？听无？啊，不过迄个缘起相是你的心相哦，心相中间有伊的影子来对联。有伊形影伫内底，所以你看到懊恼。吼、哦，啊那无看到好了了，啊你不是迄个形影伫内都无好哦。我才甲谁讲，后出世可能会阁低拔哦。你若无解脱，会阁低拔。所以绝对唔通讲对某一个人积极嘅欢喜，欢喜我你讲你后出世就叫做阿母，啊那无叫做姊妹兄弟啊。吼、哦，啊你绝对袂使讲对这个人真受气。啊，家己切记，我后出是要过来安怎？我了后出是有那是你的冤仇人，我不骗你，因为迄个业识内底，存迄个形影伫内底呢，后悔会个浮现。吼、哦，即点恁咱大家拢注意安尼，吼、哦，安怎无？即点爱注意吼、哦。所以人佛陀知影，伊会当知影你的心是先做安怎呢？心先做呢，伊就有他心通，伊会当看到你内心的境界嘛。啊，内心的境界，伊就知影你后出是会个变什么，所以伊骗教，吼、哦、了你一切法界，法界种种的情形啦、啊，包括伊的境啦、啊，包括伊的这个个人的心啦、啊，迄、那个叫做正不依不啦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九三界中所有正不依不拢知，所以伊唔过伊咧，即句顶有虚空吼、哦，就讲可是佛尊看一切众生平等，吼、哦，这是一个问题。第二个问题讲。佛尊是安怎开当安呢？就是伊的心性虚空安呢。好、哦，由虚空中变出来。所以，就我甲人讲者，心量愈大，你也大到像虚空，安尼就是你要成佛，绝对的成佛。啊，你若加啊长焦多一点啊，就计计较。我甲你讲，是永远自私而对了安尼。所以，佛尊的性亲像虚空，所以咱讲发心如虚空，所以发心就虚空性。所以注意心量广大，啊，这个心地和光明，吼、哦，安尼较健康。所以这个唔较讲佛的报心轮那是安尼嘛，吼、哦。这么来佛尊，伊本身也深得是上是地体。这么是这么这句话吼、哦，这个就是梁露讲的哦，再拢梁露讲，安尼可见梁露的水准和佛差不多嘛。所以深得是上是地体，吼、哦。就是有那会当深得诸相实相是地体安尼，这诸相的实相的空相，了解无？吼、哦，含灵皆有如来地有德性，迄、那个叫做地体。吼、哦，但是佛尊就知影，所以这个本来微妙清净，吼、哦，咱人迄个地体本来就微妙清净，所以这个叫做佛的化身，嘛是佛的报身安尼。报心就是发心所流出，由发心流出，由发心流出报心出来，所以这个报心上好庄严，这个就是佛以本身的报心，啊，加在由流露出来的应化心安尼，所以佛的流露应化心出来，在当时有那三十二相安尼，八十种随缘好，迄、那个应心就是应时机，化心就无量，拢总有三十二相，八十种随缘好。但是梁露既然战佛之心，复言自将成佛，为佛正地安尼。伊战佛心是安尼，头前几句啊，唔过伊嘛怎讲伊成佛啦？因为伊无相信，所以伊就实现落看。所以伊这个就是讲，伊要成佛，唔过佛就知影。但是梁露伊本身嘛知影，好、哦，伊就看佛来啊。但是我伊讲永远是以大乘教义来去度他众生啊，安尼可见。
两路的过去无量劫，就是有那行一行道大乘法安的。吼、哦，所以这句话来甲讲是，众生你若是无惊一行道，无惊大乘法，彼地相闻，绝对未成佛。吼、哦，你若敢若独善其身啊，安尼未成佛，这点要注意这点吼、哦。所以即卖内底，即个就是讲两路修持妙法，应速得成佛之缘由安的。好、哦，所以咱今仔日来甲想，咱今仔日读过《妙法莲华经》照讲，虽然无像两路遮急速，但是比一般的众生有哪比一般众生较急速安尼。这句话是也是安尼讲啦哈，但是即卖来上哈上节，即、这个头前迄段第一个疑问，所以就是给等待文殊菩萨的回答。好、哦，头前迄段，但是唔过众生当下是可以成佛之境。好、哦，所以众生，你今仔日若是真正闻到妙法莲华经，你若是即刻会当落念，安尼拄下着无上菩提，而且着个水准安尼，应该个成佛那真急速。所以即句话问题吼，有那着看你的心落现在会出来，但是有的是急速落现，有的是慢慢啊是，吼、哦。所以在语言所能显示，吼、哦，唔免着文殊师利菩萨回答，所以两路着先显出来，先显出来，或者地接看。所以就是台生成是佛心差别之相，吼、哦，佛心含众生心应该是无啥相，因为伊显到两路嘛，安尼就是佛心甲两路无相。但是唔过呢，经过妙法莲华经的教育过了，伊心境提升，那当然伊都无共啊。所以现在在讲啊，伊性自性作佛，无其作佛的本怀。但是如是之思想吼，就讲你听过《妙法莲华经》了，文殊菩萨并未甲回答啊，所以这个就是讲文殊无言之妙答，因为伊甲何良路贤啊，甲无量菩萨是贤嘛，这个就伊免答，但是迄个敬贤，敬贤就怎讲？听过《妙法莲华经》有七顶菩萨，即时何你直接看，甚至不但何你直接看。和你弟一个感觉讲，哎，看有影就真正两路成佛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有那叫两路实现，所以这个弟子听着了，伊都无怀疑。所以有这段吼、哦，咱凡夫有那如何相信这段？闻过《妙法莲华经》，绝对含一般的佛弟子绝对无相安尼，吼、哦，绝对会减少足侪劫，可以安尼肯定。吼、哦，话讲到啥，弥勒。